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印海荣。长江浩浩荡荡，奔涌东流。今天呢，我们顺流而下，去湖南省领略一下长江的壮丽景象。长江在湖北湖南的这段流域有一个别称，叫做荆江，因为这个河段流经荆州而得名。洞庭湖就位于荆江以南。长江经过湖北的松滋口、太平口和偶池口时，与五湖之首洞庭湖相会，然后又在湖南的成陵矶分道扬镳。岳阳楼屹立在湖南岳阳西北方的巴丘山下，站在岳阳楼上向南俯瞰，是一碧万顷的洞庭湖，向北眺望是一泻千里的长江。这绝美的景色引得无数人心驰神往。唐代大历三年，也就是公元768年，57岁的杜甫，他已经在巴蜀之地漂泊了9年。因为思乡情切，他乘着一条小木船踏上了返乡的归途。诗人顺着长江一路漂泊，经过湖南岳阳时，登上了神往已久的岳阳楼。他凭栏远眺，面对着烟波浩渺的洞庭湖，发出了由衷的赞叹，做成了《登岳阳楼》。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《登岳阳楼》，唐·杜甫。昔闻洞庭水，今上岳阳楼。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亲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。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。刚才我们朗读的是唐代诗人杜甫的《登岳阳楼》。首联，诗人运用今昔对比的手法，他说洞庭湖早就盛名在外，自己虽早有耳闻，然而直到暮年才实现这个登楼的愿望。表面上看，诗人是在抒发登上岳阳楼的喜悦，而实际上是在感慨早年的抱负至今没有实现。颔联，意境广阔，气势宏大。诗人站在岳阳楼上，向东南方极目远眺，洞庭湖一望无际，好像在向东南延伸，把本来连在一起的吴国和楚国拆分成了两块，世间万物也好像都日夜漂浮在湖面上。坼和浮两个动词，表现出了洞庭湖宏伟的气象和诗人宽广的胸襟。景莲，他在这艘小船上漂泊无定，亲朋好友也音信全无。他在这联中描写的心理活动啊，都是从颔联中眺望洞庭湖引出的。颔联境界极大，展现了浩瀚的洞庭湖水；景莲境界极小，展现了湖面上漂浮的一叶孤舟。湖水动荡，孤舟漂浮，虽然大小悬殊，但是在诗人笔下浑然一体。诗人倚靠在岳阳楼的栏杆上向北眺望，想到的是重重关山北边，他多病的躯体中跳动着一颗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。这首诗啊，从内容和感情上都有大幅度的跨越。首联是从昔到今的时间跳跃，颔联是从地面上的吴国、楚国到日月的空间跳跃，景联从宏阔的意象回到自身，是从大到小的跨越，而尾联从个人际遇上升到国事，是由小到大的跨越。恢宏壮丽的岳阳楼，碧波万顷的洞庭湖，一泻千里的长江，与诗人的赤血丹心互相映衬，在历史的云烟中不减本色，延续千年。
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杜甫登上岳阳楼时啊，洞庭湖水波不兴，一派静谧祥和的景象。但自然界气象万千，暴风骤雨中的洞庭湖是什么样子呢？北宋文人范仲淹曾经描绘过：若夫淫雨霏霏，连月不开，阴风怒号，浊浪排空，日星隐曜，山岳前行，商旅不行，强倾急摧。明代画家谢石臣画过一幅岳阳楼图，非常像这段古文的配画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这幅画不仅展现了建筑的鬼斧神工，还有大自然的壮丽秀美。我们看远景处，崎岖的山上树木稀疏，中景处云雾缭绕，洞庭湖碧波汹涌。岳阳楼屹立在左岸，楼后怪山崎岖，楼前树木苍郁，旗杆耸立。楼前的平台上，右边的文人极目远眺，左边的同伴凭栏远望，二人气定神闲，对恶劣的天气啊视而不见。近景处，一艘木船破浪前行，船尾的船工面对惊涛骇浪毫不畏惧，只见他们在奋力摇橹，镇定自若。左下角的岸边，树木的枝叶迎风摇摆。画家通过描绘风中的景物来表现风的动势，湖中汹涌澎湃的波涛，岸边树上随风摇摆的树叶，都从侧面表现出风力的强劲。而画中的点景人物给画面增添了许多的情趣，楼前文人的气定神闲，船尾船工的镇定自若，都与画中紧张的气氛形成鲜明对比，动静交织，让这幅岳阳楼图啊充满了生机。波澜壮阔的长江与一望无际的洞庭湖短暂相会，成就了岳阳楼下让多少文人墨客难以忘怀的壮景。一泻千里的长江不仅为湖南带来了美不胜收的景致，也为湖南带来了丰富的资源。这条哺育了炎黄子孙的母亲河奔涌不息，日复一日地灌溉着华夏的文明。